我们来依次分解这个式子。我先把它展开，这个是 3s 平方的，这是4减3嘛，加 1x， 然后后面是常数项减4，那减掉哈，这个把它展开， x 加2乘 x 减2是 s 平方减2的平方了，减4减10嘛。好，那是 3s 平方减 2s 平方是 s 平方， x 就只有一个 x 啊，加 x 这负4加8 4 4减10是负6。好，这个我可以教它相乘，这是32，3减2刚好是1嘛，所以这里是正的，这里是负的，好，一个下1，所以这是 x 呢加3乘以 x 呢减2。